有了随身空间，我个22世纪女博士还怕你三流宅斗？你快几个，有个硬的东西硌到我了。想活命就赶紧喝，喝不了了。娘，救父母，斗大王，嫁王爷。真是绝了！一个姑娘家与全族为敌，快过来啊！不合伦理吧？一个王爷总是出现在姑娘家，有违纲常吧？合欢散，你要嫁给别人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要不你来抢个婚？撩完就跑，还无心嫁娶，不是精神分裂就是大渣男。你欠我一条命，你要怎么回报我？我要再给你做一个全身检查。不用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家里还有钥匙要处理。嗯，这是何物？这是我给你爱的信号。